一份福音书拢总有几章？二十一章，头第一章讲啥？伫结起头有道，有无？道甲上帝上下滴滴，咱就讲。最后一章讲啥？耶稣搁我，然后遐其他学生看见。你若注意看的时阵，二十一章头甲尾这两段啦，切起来的时阵，其实伊差不多用十九章的这个篇幅底下咧讲起到耶稣伫这个世间，然后底下做工宣告，到最后伊伫死，伊死。伊用差不多，伊用将近伊十一章，就是对第二章开始，一直到第十二章，拢总有十一章。你想看卖十九章，这头前是一个哪首节？到introduction 一个箴言，最后一个那就十一十一章，那就是过去的一个重新搁底下咧描写讲耶稣，搁话耶稣甲学生看见。实际上到第二十章的上尾啊，一节三节一节，顺便去讲结束啊。好、哦，我写这本册的目的是啥物？所以用安尼看的时阵，咱看见这个这个约翰福音书作者用足侪心血，伊用相当厉害，要注意讲要安怎去安排耶稣伫这个世间，伫这个世间的日子，用将近要超过一半以上的篇幅，伫下要讲起到耶稣伫这个世间所做。咱若注意看的时阵，你会对第二章一直看到第十二章的时阵，你会注意到讲，这里面有真侪新约。那最快的时阵，一旦讲有七个新约，头一个新约，咱定下你讲的讲，哦，从伫加纳的这个婚姻的宴席，从水变作酒，有无？好，今仔日这个是第七个新约，就是和耶稣咯对死来讲话。伫这里。约翰福音书甲其他马太、马可甲路加有真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马太、马可甲路加引用新约，但是用约翰其实是用一个 sign 记号。看到新约的时阵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。咱想看卖你塞车的时阵塞到路口啊，看到 stop sign， 啊，迄边来讲啥？Stop sign 在后面要讲啥？你爱停起来对不？这规定啊，你若无停，有可能会这款情形会去人弄到，还是红弄到，啊无就叫人开单。所以迄个 sign 是咧记后面的物件。你看到车红灯，迄、那个嘛是一个记号。当然，你也知影讲，今仔日美国甲伫台湾真侪所在拢共款，才是做参考的尔。吼、哦，你无一定，你看到你嘛是来撞过去，冇可能是有真个车祸是因为安尼来。啊，其实约翰福音书咧写这新约耶稣的故事的时阵，冇真侪人将伊当作是参考的。所以，约翰福音书作者伫迄个写这整个的这耶稣所行的新约内面，拢到尾啊讲有人相信。啊，有人啊啦，入去，讲这是什么人？啊，今这代志，有人个啊啦，想尽办法要让耶稣来死。咱来做回来读，做回来读，为什么？这个约翰福音书的作者，这个作者伊要伫，伊要用这个记号要来讲后面什么代志？咱做回来掀开圣经内面来看二十章的三十一节。约翰福音书二十章的三十一节，这就是伊讲，我写这本册的上界落尾，要来讲一行书。伫约翰福音书的二十章的三十一节，二十章的三十一节有看到无？咱好，约翰福音书二十章三十一节。
約翰福音書二十章三十一節，咱做來讀。愛恁信耶穌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子，而且愛恁因為信伊來得到活命。这其实就是约翰福音书用这个物件，所以当咱看到这个 stop sign 的时阵，咱知影后面要讲啥。当咱看见耶稣，这个作者咱讲，伊讲，你看耶稣行这么多的记号，这么多真奇妙的作为，是一个记号，后面要讲啥？这个耶稣就是咱大家咧等咧听候的弥赛亚。咱今仔日咱讲耶稣基督，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。基督 Christ 是弥赛亚，是受抹油的意思，就是弥赛亚。啊，然后就讲这个弥赛亚，这个基督就是上帝子。啊，然后咱啊读到这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，这所做的代志的时阵，会予咱因为信来得到新的活命。我爱咱用这个。作者同人讲，伊讲我安尼写这本《约翰福音书》，就是要咱讲这代志，用这个咱挂一个目镜，就是咱知影讲《约翰福音书》的作者，伊上个重要，伊要同人讲啥时阵来看今日这猎杀路的故事。你发觉讲作为艺术，这个故事有奇怪无？这故事有做着奇奇怪怪的代志，嘛喊你看到讲，哦，人个话，除了咱知影耶稣个话以外，所以这个故事这中间有真济，或当咱去思考的。不过你的目镜爱挂咧，知影讲，伊讲这猎杀路的故事，就是要予咱知道，这个耶稣是普通人，耶稣是基督。就是弥赛亚，这耶稣嘛唔是这，嘛唔是这真济真济叫做讲弥赛亚。犹太人咧听候弥赛亚，特时代拢咧听候弥赛亚，佮即马佮咧听候。但是咱咧讲的是 capital M， 是大写迄个弥赛亚，意思是嘛是上帝的子。然后咧因为信，咱得到新的活命。但是咱咧看这个故事的时阵，一个人破病，啊破病到尾啊。啊，拢死去！啊，迄中间啊，有耶稣足趣味的，嘿，加上无惊神迹，或者人对病破病啊，拢好病拢好去。迄中间有真侪真，予咱去想讲，嘿，是啥闹？啊，咱读到尾啊时阵，当然即卖拢已经知影讲，耶稣落个话。不过当时你也头一过看到的时阵，你一定想要看紧来看，看到尾啊去讲，哎呦，廖沙罗到底会安怎？已经死四天起来的人。好，这个故事内面有一挂真趣味，咱定定听见的。伫圣经内面，上帝的圣经则是对，就是这样。是约翰的十一章三十五节，讲耶稣哭了。其实两字而已，好 ，Jesus wept， 耶稣一直哭。啊，咱即卖英语咧翻译的时阵，用作变作 "He began to weep"， 啊，其实变。